赶回去，冷到冻僵，被风吹成小薄。美国歌坛天后泰勒斯日前到爱丁堡连开三场演唱会，由于稍晚时气温偏凉，低于10度，加上表演服装单薄，让她每场都发生流鼻涕的 NG 惨况。大陆网友也表示太冷了，而且真是一点包袱都没有，好可怜啊，就不能给张纸巾吗？怎么刷到他的视频，不是鼻涕擦屁股就是吃鼻涕。